哎，我来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哦，开始了，就是这样。他那是手啊，跟脚啊，哎，都开始丢，嗯，他就是这样，没有在录。他现在比较缓和，他刚很偏，很激动哈。有我知，爱着困饱，所以我咧想看12点外，12点遐，所以我毋知要甲你讲，因为伊也未要困，伊也要困，我可能无法度甲你讲。诶，安内我要录伊个定去哈，真笑，伊逐个真诶一直叫，就自己静静躺在那里呀、啊，讲话你有没有听到？啊，怎么不动了？诶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来了可是它通常会这样一直持续哦，而且它会自己打它，它会自己一直打它自己的肚子哦。对呀，我录下来，然后再传上去。那看，如果 YouTube 有通，你再上去看。它可以这样一直一直叠叠很久哦。对，我现在录起来给你看，你真的很好笑，我真的。没有，说不定之后就会开通了，还是说你回来再给你看，再给你看 YouTube 呀、啊？哎，你看录影的时候，可能会想说，我怎么自己一个人讲话？我现在是用耳机在跟你讲话。恁囝一直听。哦。你有听到无？听到恁囝在讲话。伊的脚、手啊，一直跳，还佮伊拍家己的腹肚。我就惊明仔若要睏有无，佮咧淋我，我真的很怕。我毋知啊，希望只是今天反常而已。迄个对家己的巴肚，老公他可以这样一直做体操哦，做10几20分都还在做。你有没有听到他一直发出声音？没有，可能我离他比较远。啊，小咪。他就自己一直丢啊，中场休息，他可以这样一直丢很久。我等一下要给他吃药。啊？以为7点半才吃，你知无？伊甲我睏到要7点半才起来，就3点哦，头睏3、4、5、6、7，哦，刚要睏4点钟，哦，睏到要7点呢，哦，要对家己的巴肚，老公他真的很忙哎，你儿子真的很忙哎，他手跟脚真的一直在踢耶，baby 都这样子吗？我真的不晓得哎。自己在发出声音。啊，伊无爱我抱就好啊！哦，我等下着要抱我家个。无啊，YouTube 不能看哦。老公他当场可以这样丢很久，我现在录起来快5分钟、6分钟，他都还在丢，有没有？他刚已经丢了差不多也快5、6分了，从我开始跟你讲话，我不止哦，那可能10来分了，所以他可以这样丢半个小时都在丢，然后两只脚啊脚就一直踢，这两只脚。
有，我现在把它录起来。啊，那个 YouTube 有说什么时候要开吗？嗯，是哟。嗯，快录完了哦，你看，快录完了，你儿子还在叠。真的很好笑，他可以一直叠。丢丢丢，叫也丢，无。没有啊，